2016年3月2号，十方下学的喜欢吗？啊，是不是你要的？这就是吧，哈、啊。这是你要的雪，对不对？来说一下，快看，说一下，心情怎么样？第一次看到雪怎么样？没什么、啊，就这样。那、啊、你不是想看吗？来看一下你的，来，快点，你的手。哎，那这就是雪了。你看，哦哦。陈志芳，生平第一次这样看大雪，是不是？不然嘞。你看陈志芳的脚印，你看。好，陈志芳，你找那边来伙伴拍一张，快点。好，来。等一下哦，还有这只。快点呐！3、2、1，等一下，还有这个。陈志芳，3、2、1。好，来。哇，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大了。我现在不要下，下雪是不会的。下雪现在不要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后面这样好漂亮哦！把车上到后面再往下一张，快点！不要。哇，好漂亮的下雪！陈志芳第一次，赶快。